一、二、三，快跑快跑！木头人，我办。乐乐淘汰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淘汰了？游戏继续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可恶，梅梅宁宁太厉害了，看我的，梅梅，你看。啊，毛毛虫。梅梅动了，梅梅淘汰。什么？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我挠我挠，好痒啊！耶，宁宁也被淘汰了，这次游戏是我赢了。这次不算，宁宁，你故意搞破坏，我们不和你玩了。没错，宁宁，你快走开！哼，我就不走。如果你们不让我玩，我就告诉老师，你们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学习，竟然逃课玩游戏。我们才没逃课呢。白日依山尽的下一句是：梅梅，明天我有事不能上课了，你们做完作业后自由活动吧。嗯，知道了，老师。就是这样，是桃子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的。让我猜猜，他是不是昨天晚上给你们发的消息啊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消息是我发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仔细看看，发消息的桃子老师头像没有戴眼镜。宁宁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看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觉得这样好玩，才故意恶作剧的。没想到你们竟然相信了，真是笨死了。哼，宁宁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也和我们一起玩了，只要我们告诉老师，看你怎么办。老大，我已经按你说的把监控里的你删掉了。哈哈，干得好，宁宁，现在只要我拿监控给老师看，你说老师是相信你们还是相信我呢？你宁宁，你竟然修改监控，真是太坏了。哼，怕了吧？那以后玩游戏你们必须听我的。我才不要。是吗？我这就去告诉老师。告诉我什么？完了，桃子老师来找我算账了。老师你看，梅梅他们竟然逃课玩游戏。快迎接桃子老师的怒火吧！牛牛毛毛，把你们写800字检讨明天交给我。什么？老师，你说错了吧？明明旷课的是梅梅他们，我没弄错。牛牛毛毛，你们假冒我发消息，还篡改监控陷害同学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去写检讨。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我们回去上课吧。老师，我们擅自出来玩，你不批评我们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们这也是在学知识啊。怎么可能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很多动物也会玩木头人游戏。大自然中的很多动物，包括人类，在遇到危险时都会逃跑。但当无路可逃或发现天敌太晚时，有些动物就会选择一动不动，装死来躲避抓捕，然后再趁天敌不注意反击或者逃跑。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，鳄蜥、负鼠、猪鼻蛇、舍利、瓢虫等都是玩木头人游戏的大师。哇，原来游戏中也有这么多奇妙的知识，听起来好有趣啊！就是，我感觉这样学到的知识以后再也忘不掉了。老师，谢谢你，我们以后一定认真观察，多多发现生活中的奥妙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